我们吴怡珍县长，在场的还有我们最尊敬的李乔李老师，泰达平安，泰达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刚刚我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就是一些人吧。可是刚刚李乔老师告诉我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我们的一个选举的场子。所以今天刚刚我们主持人在点每一个乡镇的代表的时候，我看每一个声音都很大声，可是我也发现有人重复的举手。重复的举手不是要作弊，而是表达他心里的支持跟这种振奋的感觉。换句话说，这一次在今天受旗以后，我们在苗栗的选举就进入我们冲刺期。民进党这一次在我们苗栗的县长选举，我们选择了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候选人。刚才吴怡珍告诉我们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23岁做律师，投入社会运动，投入妇女权益保障，在做立委的时候，各项的平等都说他是最好的立委。每一次我看到吴怡珍在电视上也好，在立法院也好，还是在我们不同的抗议的活动里面也好，或者社会运动的场合也好，我看到吴怡珍，我心里感到很高兴。我觉得我2012年不分区的提名做的最好的决定，就是提名吴怡珍来我们苗栗担任不分区的立委，跟我们乡亲在一起经营地方，让民进党在苗栗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我们看到怡珍在过去2-3年辛苦的地方经营，每一次来我都看他忙进忙出，跟每一个人打招呼，他的经营是充满了热情，他的经营是投入了很多很多的心力。在苗栗的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里面，我们都看到他的身影。他刚才讲从华龙的员工的事件，到我们看到的这个院里的风车，还有很多我们的苗栗人所珍贵的这些价值，在这个现任的县长过度的开发的情况下，对我们苗栗这个好地方所造成的伤害，我们都要尽力的去为在地的人民发声。这些怡珍都做得很好，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而且做得更好。那么最好的机会就是让我们的怡珍做县长，大家说对不对？如果怡珍做县长，他将会是我们苗栗的大家长，他会替我们来照顾我们的老人家，他也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在苗栗有一个开始，在苗栗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就业，可以追求他们的理想，可以尽他们这个世代的一个责任。刚才怡珍讲了一件事情很对，就是苗栗在国民党这几年来的执政
苗栗的债务是非常的高，我们这个世代所累积的债务是我们下个世代的负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县长，一方面可以照顾地方，一方面也能够让地方的经济有一个好的发展，但是在同时也要让我们的苗栗的财政能够健康，不能够再留子孙，这些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县长所提出来的政见，我们也希望宜真有这个机会来给我们的乡亲服务，让他来证明绿色执政在苗栗一定是一个优质的执政，大家说好不好？好。今天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前两天，我们大家都准备要来庆祝这个每一年我们大家都很珍惜的节日。可是今天的报纸，如果你打开每一个主要的报纸，谈的都是什么？都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要问出政府，为什么要让我们日子过得这么辛苦，要让我们的日子都充满了不安的情绪，让我们每一天都担心说我们吃的东西安不安全。这不是第一次，这是一连串的这种食安事件最近的一次，一次比一次让人感到心惊，一次又一次让人感到说这个政府的无心无力，这个政府在忙什么？我要跟各位乡亲，你觉得这个政府在忙什么？苗栗人做给全台湾的人看，我们要改变，我们真的受不了国民党，我们要改变，让我们大家从街头走向县政，从县政走向未来，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绿色执政能够开始在苗栗生根。天下杂志进来的民调显示出执政满意度最高的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执政满意度的后段班都是国民党执政的。我们的苗栗县很抱歉在后段班，而且还蛮后面。我相信作为苗栗人，大家感觉到说我们有做一个苗栗人的光荣感吗？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人家说我是苗栗人，我觉得很光荣吗？丢脸。对，所以苗栗人下一次出门的时候可以很勇敢很高兴的跟人家说我们苗栗县有个女县长哦，而且很厉害，她给我们希望，也是带着我们前进。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没有错，就是吴宜真。我们寄予无限的期待，不但期待吴宜真做个好县长，我们更期待我们苗栗的乡亲勇敢地站出来挺吴宜真，是2014年地方选举最符合潮流的一件事情。挺吴宜真是2014年的这个选举最勇敢的一件事情。挺吴宜真是我们2014年在苗栗。